学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下网校，我是卢毅。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讲解的是素描男青年头像。五官的刻画，发型的表现，尤其是五官中的鼻子的表现，还有就是整个的这种衣服肩的厚度和体量等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要进入到了这个静物的写生。好，同学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下网校，我是卢毅，继续我们今天农民石膏肖像的课题。之前的课呢，我们讲过了农民石膏的这个切面以及骨骼肌肉解剖的部分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继续把它的这个肖像部分完成，参考着农民肖像的这个切面以及我们之前讲过的解剖的这个要点啊，要素，我们结合起来，把这个石膏呢，肖像的部分，啊，整体的进行一个这个理解和一个表现的一种示范。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头顶、下颌、后脑、前额。啊，整体的这个起稿呢，进行一个处理。用笔呢，还是要比较松一些啊。注意大的头型，头的脸的正面、侧面的形体啊的处理。眉峰骨、额头、骨骼的部分的处理，啊，颧骨啊，对应点的处理，那么在这边呢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脸的正面、侧面转折呢，颧弓往下啊，颧弓往下，这个到下颌角这边这块是基本上是一个脸的斜侧面，也就是这边对位的一个斜侧面。后面呢，后转是一个咬肌啊，再往后转。人的头呢，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理解上来讲的话呢，在眉弓啊，眉弓往上的这块是有三个大的转面，也就是说头的额头的正面啊，颞线往后一转。侧面啊，三个转面，那么到这个眉弓和颧骨交界的地方呢，就会转为五个转面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往后就会变成了什么呀？脸的正面啊，颧弓往下的斜侧，以及这个后续的这个咬肌啊，往后的这个转面，所以的话，你把这个正啊，眉弓往上三个面，眉弓往下五个面。啊，这样的一个理解呢，我们给它有一个表现，那么这个头呢，大的转面感啊，你就可以表现出来了，啊，那么我们再往后看，脖颈的话呢，你要把它的这个脖颈的这种关系啊，要画出来，用笔呢还是要相对来说松弛一些，啊，松弛一些。
还要注意把握这个形体的整体的这个，外轮廓以及内形那种位置关系啊，和每一个形态啊区域的关系，那还是从一个相对来说啊，相对来说，体块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形啊，千万不要这个陷入局部。还有就是说，画的时候呢，是理解的在画，而不是照搬照抄的画。所以大家看我现在画的时候呢，就像那个苹果切块一样，啊，我是切了几个块儿，这样去画着啊，不是照着它的那个某一个皱纹啊某一个纹理去画。那么这个切块呢，实际上就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切面人。有关系了，很有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最开始的这种理解，还是回到了什么呀？回到了这个形体的这个大的正面、侧面呀、底面那种转面，啊，这样的一种态度啊，去理解这个形，就是用概括的手法啊，概括的手笔、概括的眼光，去看待一个什么呀？具有具象细节的这样一个造型。啊，具有具象细节的这样一个造型。那么，这个绘画来讲的话呢，还是要体现出我们主观啊处理造型的一个意识啊，要有主观处理造型的一种意识。千万不能是什么呀？成为一个复制客观现实这样的一个这个照搬照抄的一个。画匠啊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我们要做的是理解着画，画的都是有用的啊，画的都是什么呀？表现这个关键的转折，表现关键的这种造型啊，这些位置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画的好像一个经纬网啊，这样一种状态，去把这个形体给它进行了一个分析啊，分析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到后期啊，所谓这个调子啊，要随着这个形去排。那么所谓的这个怎么去随着形去排呢？就是随着形体的转面的走向。啊，进行一个这个调子的那种铺排啊，调子那种铺排。画的时候呢，你还是可以多拉一些辅助线，啊，也可以用笔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直线啊，去切这个形，啊，不一定直接勾出来这个形，啊。不要忘记，眉弓呢，
不是只仅仅是眉毛，是吧？还要有它的什么呀？体块儿，你要画出它的体块感。画这个鼻子的时候啊，鼻梁骨还是要这个倾斜角度，你可以拿这个笔去比较一下，啊，包括脸的这个倾斜角度，你可以拿这个笔去比较一下，啊，脸的这个倾斜角度，我比过来，哦，这个倾斜角度，然后鼻梁是这样的一个倾斜角度，你这样的话呢，比较起来就，会画的相对准确一些，啊。还有在最开始画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要画的相对来说呢，注意它的这种黑白啊颜色区域，而不是特别注重它的具体的形状和形态，啊，就是具体的这个什么呀，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死的这种边缘这种形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很难把握住。最准确的，它那条线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啊，人实际上会对于它的大的这种感觉，大的这种黑白或者说大的这个形状，这种直觉的感觉上看啊是比较敏感的啊。你实际上你如果是单画一条线，画得很准确啊，画的这个摆在这个纸面上。啊，实际上就是，无论是准确或者不准确，啊，也很难辨别啊，很难判断，所以我们还是要，把它整体的这种绑架，啊，整体的这种状况啊，进行一个，同步的一种编织啊，同步的一种编排，啊，当你把它整体的这种造型，啊，有一个，同步的表达的时候呢，你就很好判断。准或者不准了，啊。